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my。 那上一期的视频呢，我们介绍了在科隆纳北部的威尔忍水区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科隆纳的南面 Upper Mission 的 Cattle Valley 凯尔特谷社区。那这个社区呢也是科隆纳非常出名的几个社区之一。 Cattle Valley 凯尔特谷社区位于科隆纳南部 Upper Mission 灵湖的山丘上，开发于1996年。凯尔特谷是基洛纳最负盛名的社区之一，曾被 Canadian Builder Association 加拿大房屋建筑商协会评选为加拿大最佳社区。如果要用三个亮点来概括 Cattle Valley， 那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家庭氛围浓郁，景色迷人，还有配套设施成熟。为什么说凯尔特谷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呢？这里有许多公园、自然小径，提供给孩子们充足的玩耍以及户外生活的空间。道路两边呢，都有比较宽的适合步行的人行道和绿化带，这一点在其他社区是比较少见的。Cattle Valley 拥有目前在科隆纳排名第二的公立小学 Shoot Lake Elementary， 还有近两年才建成的距离仅5分钟车程的 Canyon Fall Middle School。住在凯尔特谷的居民每天都可以欣赏到奥肯纳根湖的湖景、广阔的山脉以及充满活力的葡萄园和城市景观的全景。那我自己本身呢，也经常带客人来 Cattle Valley 看房。我非常喜欢这个社区的一点就是走出家门，你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步行栈道。那如果想喝一杯咖啡、吃一块披萨，到运动房、健身房去挥洒汗水，又或者是做一个非常 relaxing 的 massage， 走出家门几步路就已经到了这些地方，这一点在别的社区是非常难达到的。 Cattle Valley 还有丰富的社区活动，比如一年一度的 garage sale， 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拿出自己闲置的物品供邻里之间置换或者购买。我每一次去，看着一家家的大人牵着还不及腰的孩子们聊天欢笑，都会被这热闹与和谐的场面感染。随着这些年来 Cattle Valley 的发展，现在也有更多更新的私人定制的现代独立屋或是联排别墅出现，新的土地也在不断的被规划以及开发，等待更多的家庭来实现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设想。那在 Cattle Valley 呢，您总能找到适合您个人风格和符合您生活方式的心仪美屋。